这到底是彩蛋还是 bug？ 斗魂 2v2 最强组合诞生，龙王后期稳定1500层被动 Q 两下直接瞬秒满血，而这个组合就是龙王搭配上俄罗伊。原因在于备战期间俄罗伊拉出来的假人灵魂可以给龙王拿来叠被动，而在之前一次更新中龙王的 Q 技能得到一波加强，如今 Q 暴击对手一次可以直接获得两层星辰之力，并且龙王在斗魂中每回合都叠加40层的被动，搭配上备战期间叠的被动，一回合轻松80层被动，到了后期可以轻轻松松达到1500层被动以上。此时龙王的 Q 爆一下能打掉对手 40% 最大生命值伤害， E 更是能够斩杀 30% 血量的敌人，伤害完全看不懂。而很多人觉得这个玩法不强是因为装备出错了，在初装和海克斯上不要选择任何加法强的属性，即便是后期摇骰子也以自身的血量双环为主，因为层数高的龙王不缺伤害，而缺一些坦度，等自身坦度高了以后就可以拿一些法传属性。那么各位看我老爷，你觉得这个组合是漏洞还是机制呢？